通过科技创新，不断优化和提升在不同产业、不同经济环节之中的节能减排的效能，更有助提高在零碳转型方面投入的经济回报，有助引导更多的资金支持绿色的项目。香港正全力发展成为国际的绿色金融和绿色科技中心。去年在香港发行的绿色和可持续债券有超过800亿美元，其中绿债呢，我们的发行额是占了整个亚洲的1/3。未来我们会继续加快构建绿色科技产业的生态圈，以及在绿色标准的制定、项目的认证以至人才培训等方面做好工作，让香港成为对接绿色资金和绿色项目的首选的融资中心。